花友们早上好，今天来介绍两款特别适合插花的月季。这一周是小朋友学校的老师感谢周，看到别的小朋友有带花，我们家的小朋友也蠢蠢欲动。这一盆是弟弟的，他捡了一些白色的冰山，果然是男孩子。然后我给他加了一些蓝雪花、鼠尾草。我发现最适合插花的两种，第一个是摩纳哥公主夏琳，还有一个是 All Dressed Up， 这两款真的是非常合适呀，美，而且摩纳哥公主夏琳还很香。 All Dressed Up 虽然不香，但是花特别持久。然后我还插了一朵黄色的 Strawflower。 现在发现插花好容易啊，随便你插。这是宝贝女儿插的，她挑了摩洛哥公主夏琳，小女孩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。然后她还插了一只小小的雏菊，我把它加了一些蓝雪花，真美，完全不逊于商店买的切花。两盆放在一起的效果，好了，谢谢收看，我要给他们送过去了。